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向量的平面图哈、哦，给你使用。好、哦，向量平面图给你使用。那这边还有几个可以调整的哈、哦，就是标签跟间隔，这个就是标签。好、哦，它会跟你说这是哪一面，啊、哦、哪一面的这个木板。好、哦，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标签，你可以把它关闭。啊、哦，可以把它关闭。然后线条的格式呢？啊、哦，这边是我们如果去做雷切的话，这个通常就不用调整，啊、哦，不用调整。然后另外切口跟角落的补偿，啊、哦，这个通常也不需要调整，啊、哦，不需要调整，除非你需要很精准，很精准。好、哦，像我们雷切在切的时候，它会旁边会烧掉一点点，那个就是公差。所以如果你很在乎那个公差，或者你做出来的盒子卡榫卡得太紧或太松，那这边可以做一些简单的调整。好，假设我们都不调整哈，那这边还有在标签这个页签里面，这里还有一个箱面单独输出的部分，它有单独跟合并。所谓的单独呢，就是这个每一片木板它是单独被切出来的，或是可以并在一起。那通常我们会选择合并哈，因为合并的时候呢，哦，刚刚那个合并的那一条线，哦，它都会算就是粘在一起，会粘在一起。所以雷切呢，它只要切一道痕，就可以把两边切开，哦，它就不用重复切两次。啊，如果你是用单独的话，这里切一条，这里又切一条。会比较浪费那个雷射的能量，浪费雷射的能量，会多需要多跑好几次。好，所以一般我们会用合并输出。那这边要注意一下，就是你刚刚在设定你的箱子的宽度高度的时候，它帮你自动产生了这个盒子。那么这个盒子的宽度，就是这一片木板的整个宽度必须要是你的老师给你的木板，或者是你的雷切机的木板的那个可以切割的区域放得下去的，放得下去的区域。好，那么所以你要算一下你的木板的宽度够不够切，或者是你的雷切机能木板能不能放得进去。好，那怎么算呢？你大概看一下你的这个钢的盒子是100×50×60嘛，哈，那所以这个地方是箱子的高度，所以这里有五公分，好，这里有五公分，那所以这里加这里是十公分，好，那这里就是六公分的深度，六公分六公分，所以这里是12公分。所以基本上你的板子只要比12公分大就不会有问题。然后再来这个长度的地方，这一边呢是10公分长，这一边是6公分长，那这一边呢也是10公分长，所以10加6加10是26。好，那刚刚这边是12，所以基本上老师给你的木板如果是在比26公分还要大，比12公分还要高，那基本上你这个盒子就可以做，就做得出来。然后同时你的雷切机呢，你能够切割的范围必须要够大哈。好，那如果不够怎么办？好，如果不够你就要取消，回去重新调整你盒子的长宽高。好，它的长宽高的内容就是加起来必须在你的盒子老师给你的那个木板的范围里面去做切割。好，那如果没问题之后，你可以选择下载 SVG 到 Inkscape 里面再做一点处理，或者是直接下载 DXF 直接放到那个雷切机档案雷切机的软体里面再做处理。好，所以这两边都可以使用。好，都可以使用。好，那就请你把它下载一下。好，那我把两个都下载，两种答案我都下载。好，
那这个就是核子产生器所产生的核子。好，那么我们如果没有继续要做设计的话呢，我们直接在 RDWorks、哦、就是在我们雷切机的软体里面把文件把它导入放进来、哦、那放进来之后、哦、把它选进来，选进来之后呢，它就会把档案直接带进来。那带进来之后，假设我们今天要做的这一个是一个存钱筒，那这个是上盖、哦、这个是底部，所以我们会在上盖的地方要挖一个洞，对不对？那基本上上盖跟下面的底部是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挖在这边或挖在这边都没有关系、哦、所以我们就直接拉一个长条，长条形、哦、好，直接在这里拉一个长条形。那么大小、哦、你可以去量一下你的钱、哦、你的铜板的大小，那直接在这边做修正、哦，那十块钱的长度是2.6 公分，所以我们大概 2.7 就是27个 millimeter、哦、27个 millimeter 钱就可以放进来。那它的宽度大概是十块钱的宽度是2个 millimeter， 那我们大概 3 millimeter 就可以放进来就没有问题、哦、所以你就做一个3乘上27的一个宽度的一个洞，直接把它画在这里就可以。然后接下来呢，把你的这一个挖好的可以丢硬币的洞，我们就稍微用键盘的上下左右把它移到版面的你这一块板子的中间。好，那接下来如果你的盒子前面呢需要刻一个姓名或是什么图案的话，那你再使用插入文字，好，在这边直接把它输入，好，把它放进来，然后调整一下大小，好，位置，好，这样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盒子，好，可以存钱筒。当然最后不要忘记哈，需要做切割设定的，把它全部选起来，选成黑色，好，然后确认一下你的切割部分的输出，好，它是50，好，功率是50，速度呢是20，好，然后这里是激光切割，好，那如果名字的地方要用雕刻的，好，我们把它选成绿色，然后绿色这边呢改一下设定，哦，这边是扫描，哦，扫描，然后功率20就够了，哦，功率20，然后速度大概100到400应该都可以，好，然后确定这个是扫描哈，好，然后最后记得把雕刻扫描的部分把它挪到上面，把切割的部分把它往下挪。